的心门刺透了可能，所想所愿不肯轻易的成全。我们一直有散的魂，风雨同身，将余生陪衬。而你从未多问，我不曾想着太子话当真。王后不敢让我死在漠北宫里，前面就是离北了。撤！漠北人果然背信弃义。撤！站住！你先走。我不要。下辈子，我还娶你。叫。祁连，你不能抛下我。冲！离北王，我们大王请你回去一趟，请。可能这一次真的逃不过去了。我们说过一生都会守护在彼此身边，不是吗？所以下辈子我还嫁给你。走最重要的一座城池，值得吗？三叔，他值得。什么？再说一遍。若我说这一切都是将计就计呢？平民犯了小错，都会处以极刑，权贵草菅人命，却活得坦然。我一定会帮岳父大人证明。岳父大人，你们景国不都这样称呼吗？国仇家恨，此次我一定要让王后和漠北血债血偿。伯寒说王后打算把我绑到漠北杀人灭口，以他和漠北王的野心，一定会同意你用停州换我的条件。一旦漠北出兵离北，我会让伯寒立刻将父亲的书信交给景王，让景王出兵离北，亲眼见识王后的真面目。原来我们和景国的矛盾是那帮漠北人挑唆的。此番去景国
大哥叮嘱我，一定不要忘了我们和景国的约定，也千万不要辜负他一直以来想要维护黎北和平的心血，扳倒漠北的阴谋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好。 昌明灯在上，如今我已经爱上了景国的假公主，希望黎北和景国之争能让她置身事外。身体无碍吧？没事。那就好。都过去了。 你笑什么？西风烈烈，情怀不愁说。江桃红叶，归来影成双。此去迢迢，往后，黎北就是我的家。黎北。 有很多值得你留下的东西。当然了，黎北有好吃的烤鸽子。其实我想跟你说，那不过是一只普通的山鸡，并不是你的那只鸽子。你骗我！ 你敢骗我！ Thank you.